你胖着吧，你胖点显瘦。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穿火锅都不疼。我不要女朋友了，我一个人待着就行了，行吗？得看干什么事儿了。对，如果一般的话，可能就不想就抓到什么穿什么。最近最爱的就是这双，Nike 和 Off-White 的联名，然后它一系列我都买了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。对，没有自己说自己很时髦的吧，我觉得还行还行。最时髦的地方就是鞋，就是鞋，你说妈秋裤露着，最时髦就是秋裤，塞着穿，放出来穿，然后敞开穿。哎，这是不是你钱掉了？我说这钱不是我的。多涂点防晒吧。